장악할 수 있을까? 장악할 수 있을까? 올해도 가는데 장악할 수 있을까? 누굴 만난다는 건 어려운 일이야. 너처럼 그렇게 장악할 수 있을까? 吃个早餐，等会要去海鲜市场。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今天两个人穿得像民工一样。 买面包，先拿海鲜。我们到啦。这种65块钱一斤，好大啊！买这种吗？ 58一斤，哇，好便宜啊！花甲6块钱，珍珠贝，这是皮皮虾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大明虾。 这是一样的，这家的，这家的，特大的。这是多宝。加大虾。这个螃蟹好大呀！这个要2斤还是要1斤？拿1斤吧。够拿1斤。这个虾好活泼。 螃蟹、生蚝，还有花甲，还有鸡尾虾，真棒！要不要那个球啊？这个吗？糯米糍。蛋糕好漂亮啊！ 这个是螃蟹，块钱一只。这个是那个虾，50块钱一斤。花甲6块钱一斤。然后买了一些配料和一瓶白酒。先把花甲泡一下。现在已经快1点了。 居然还没有晕呢。
盖。你那个需要打火的。对啊，要放了。下午三点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吃上饭了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先不用，我等你，我这道完了，慢点，真的。不是他火不够，完全火全部让你让你把这道弄完以后，让他换瓦斯好。好，谢谢。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，你不好吃白菜。加盐去盐，太好吃了。吃的差不多了，螃蟹都吃完了。哎呀，孙杨那么帅啊！好了，今天我们要来拆箱了，超级多。今天早上收到的快递就是。我就拆这个了，刚刚吃饭，好吃啊。看看我们买的吧，我们买的一个，这是薄荷绿吧，薄荷绿的和肉，这个就是肉粉色的，两个胶带。哇，这个好大呀，这是我们买来那个咖啡棒，对，搅拌棒。这哪边搅拌？这边吗？好可爱，应该是这边搅拌。买了两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。哦，这个是那个搅蜂蜜的，拌蜂蜜的，好可爱，金色的，哎，这不是金色，这是银色，铁铜色，来一个托盘，这个是。切面包的，一个切面包，都是买的两份，两个银色的勺子，两个水果叉，什么两个水果叉，两个银色的叉子，哦，还有一个，这是切黄油的吧？这是抹那个酱的，是抹酱的，我以为是切黄油的。两把勺子家里都有，
是我们家里有这个有把勺子，突然不见了，这个玫瑰金色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对，就很奇怪，勺子怎么会不见？为什么要买两个金色的叉子？这样不是有两个金色的？没有金色的，那是玫瑰金色的，这个一套的。因为家里之前买了一个这个，就是金色的勺子，然后现在配了一套，就是都是一个叉子一个勺。我俩设置是非常的，一个紫色一个红色。送了一个小本子，熟悉一个笑脸，上面写的 Lucky。 这个紫色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太亮了吧。这两个都是懒壳，这个里面应该都是一些家居用品。妈呀，这个哦，这是用来做那个三明治的那个锅是吧？嗯，这个样子的。哇，明天就想吃，在家里没吐司了。今天忘记买。这个有，哎，没看。哇，这个好棒，我来试一下。那以后买吐司只能买这种。这是买的胶水。当当。两双家居拖鞋，大家看一下，感觉穿的应该挺舒服的。一双那个砖红色，一双绿色的，太大了，超大双了。对我来说太大了，对你来说肯定更大。好吧，打蛋器，一个打蛋器。这是我们，哎，什么地方需要一个打蛋器？买的几个发卡。哇，一好可爱。这个是买的一个化妆袋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划算啊。这个质量挺好的。哇，这么大的包啊。买两个帆包，你知道这个包才多少钱啊？这个是3.5块。这个好看一点。哇，这个这两个。这个反着背吧。哦，没看清，这是一个高跟鞋。看一下那个包是多少钱，感觉这个很划算，嗯，而且很厚，不像那种就一块布的那种。对，这个包边什么都不好。看看，这是花，你买的花是吧？啊，注意涂。等会儿我们种一下。它这里面都是塞的棉花。这种子吧？怎么可能是花吧？人家太娇嫩了，这样看一下吧，看着行吗？等会儿撞一下。这里面全部都是帆布包，这是围裙，好小啊，这像小孩吃饭的那个肚兜。这个包挺好看的，但是没有刚刚那个厚。对，这个就是薄薄的一层布，这个也是薄薄的一层布。哦，它这里还有魔术贴。对，这是贴的，不知道这魔术贴是这样贴的。这样贴的收藏，就是比较方便收纳是吧？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像宜家。啊，对，有一种似曾相识。反正这几个包质量都是差不多。哇，这个不错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？这个还薄薄的，也是薄薄的。哎，怎么有这么多围裙啊？哦，那个小的是他送的。哦，这个才是买的。这是我们买了一个大的围裙，然后他送了两个小的。是吗？也是，就挺薄的。吧，拆完了，我们种花去吧。정말 편해.
谁